认残，认残，他应该已经回面。好猛，影片号，看你暴打我！影片，干鬼秀，看你直接把我暴打一顿。 现在还有人在玩卡吗？嗯，有。谁？那个你不认识？是吗？嗯，不认识，但应该有吧。有那个你不认识，但还是蛮狠的。<笑>感觉是有人玩啊，玩拿两把冲锋枪了。 你酸有没有药啊？没枪管的卡怎么样？妈的！我丢一个蓝枪管，好像。是你的蓝枪管，你不能装啊！哈哈，那你装看一看啊。他现在没那么好用啦，所以。 他不会是？他要是没以前猛的、欸，他要是现在没有到很准的、欸，应该说其他枪装的镭射要射更猛了。他比起来，他就很烂。他就故意不给他，对。放打出头鸟、欸，谁上技猛谁就没得耍。哎、欸，近鸟人。 杀个金鸟吧！哎、欸，好，怎么点？这两只吗？这两只没有要停的。这里有人。这是谁？嘿嘿，我怎么知道？<笑>他朋友吧？玩笑的。 我就不知道这个人。啊，为什么有雷在飞啊？是你在丢啊？不是，刚刚头上还有人。那我不要追。这个人在 TS 好不好？嗯。不追不追。缓一下，缓一下。我手机把我敲倒了。 <笑>他射我两枪，然后他问我他是谁。突然有个不认识人在射人，问一下。问得好哎、欸！我前面有人，脸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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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